他们是住在象牙塔的女研究生，他们是中国规范书法的传承者，他们是颜值和才华兼具的90后女生，他们都揣着汉墨的志心和坚毅的信仰考入大学。在平日里，他们常与书社同言共学，常于堂前深思，风景亮丽，品学兼优，说得再好也是嘴皮子功夫，书法好不好还需网友们鉴定。本文选取两位在读美女研究生的作品，一起见证瑞念尘书作，瑞念尘填诗。文从沈梦记文，残阳断雁寄相思，欲采琼枝未有时，一字深成分折柳，春风摇落入门期。对于自己学习的专业，瑞念尘说，书法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，涵盖了文字学、美学、历史等方面知识。通过学习书法，我受益良多。潘思思1994年生，家乡为浙江永嘉，2012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，2016年考入华东师大艺术研究所攻读书法。潘思思的书法俊逸秀美，楷书有大家之风，越看越美，功夫可见一斑。潘思思此文中有小潘作诗临江有感，横经斜侧九成痴，皆普苍茫细作思，此夜谁家闻玉笛，不堪吹入广陵词。看这些作品，你才知道他们颜值虽佳，拼的却是才学和笔下功夫。